就他那边看不到我们视野，我这边。南开。这走还啊。称得上是挑战吗？不要被抢了。抢不了，他蓝开的，要不就去我们后排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我们一直拼不过他的。往前压，别一别。我操，好怂啊！嗯，这叫会玩，这不叫怂。智慧。太胆了。就是。放家也去。精准而优雅。之前，我老家的一帮兄弟，我像这个卡莎这么玩，他们都会说我怂一点。他应该是。巨恶心。你就以为我对线对不过？我感觉他不是个猫，我们对不住。主要是个猫。啊，带个方镜。我们可以找一波中路的节奏，这个线有点多，不太稳。随心去回推线他吧。能走，能走。我操！哎，这里没事，他没事。哎，那没视野的这里。等我 Q。哎呦！好难。我 Q 时间要快到了。可以啊，可以是吧？非要皮，哎，他有被动啊。皮低了，走。怎么的？没点燃了，应该闪现直接躲青蓝影一技能的。还不动，还不动，慢腿慢腿，他中单不确定走没走。等他中单上去。要走。那个谁有闪 ？DT 有闪 ，AD 也有闪。太明显了，这一波。对，他有反应时间的那个走位。帮你把这线推了吧，推了吧，推到 B 了。我操！要刺得快，刺得狠。我给眼啊！这里有针眼，打野放的这个针眼，打野刚放了个针眼。哎，没有，哎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操，这针眼是谁放的呀？猫放，猫放的。我眼瞎。AD 还有闪是吧？对 ，AD 还有闪。对，有的，没机跑。扎克还在啊。我操，好帅！那个佐野的。哎，维克多有闪！哎呦，这不可以刷下，应该能杀吧？我把那个针眼拍了，还有点燃的 ，Q 空了，都直接过了。啊！他们那边补眼了，在那草丛，这没杀掉的，这有针眼的，感觉他失误了呀。我刚拆了，我怎么知道？别人也尝试过，他在下路。还稳，抓不了他了。哎呦，我应该卡一下，让他过来。越一波试一下吧，他虚弱没好，哎。这
这刀是精准而优雅。哇，这卡莎这么自信啊，这个游戏。还是可以来萨鲁。嗯，他都六了，他这边要跳舞。等级落后有点多。鬼鬼眼，你有眼吗？大招都我 Q。你有眼金刀红吗？如此不入流的风格。那怎么刷完了？没刷。我吃个红六级。OK OK。我的剑准备好了。他点燃好像要好了。哇，这他都敢移过来，真这么不怕死？你得找别的路的机会。我看这波避的去前锋了。你不用去前锋啊，我靠，就你要推线了，你动一下，直接动前锋吧，直接动把机器先过去，直接打这个兵线挺好的，打开他跳你我靠，这个兵控制线，我不去先锋也没用，说实话兵线没事，我在旁边打了，我们多杀人。还可以吗？他没闪的。嗯。没闪吗？嗯，没闪。别往下靠。我有大，我有大，那卡莎也有大，我也有攻速血。都上面吗？我上面。他两个双六。哎，可以干呀！双六怎么了，兄弟？那一个。别！我从这边干，干他娘的！各位，太快了！我有大的呀，我也有大的，我射不过了。他们不敢还击。你干嘛？我帮他打一下 B。 你帮他打吧，我记得回家补出去。 OK OK。 哎，扎克在上，还帮他卡线。这么玩是吧？这卡莎，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龙王下来，我们越不下吧？四宝，好一波吧？直接越了，虽然什么技能都有。别人也尝试过。这个线问题可能是后面有人，后面有。嗯，扎克应该知道后面的。嗯。我妈送了一 miss， 他就跑了。我中单有，中单有 T 吗？没有，没过那种，大家都剩的。这扎克估计下次会长记性，他不会这样直接练我了，害怕又被我挡。看一下了，看一下了。可以看，可以看，都没技能。哎，猫没大的，啊！来，过来吧。如此不入流的风格，搞什么整？没闪好像。
Okay, 你这敢一回来？开麦，我们开麦有峡谷的。慢，没线下没线下，小心。卡莎没记好的，猫咪没带。卡莎有大吗？没有，没大，没大，猫有吗？啊、哦，有。那个猫没大，猫没大。其他技能放了。卡莎没有技跑的。就这个狗。别，我打不过，别。六百五，哎。没攻到。我没挡他大招，跑不了了。啊，好像不想打了。不多少蓝了吗？不会要飞了。然后得，我先吃火。那人。要回的。下路过去了，下路过去了，要打快点打。辅助是什么？技能全在的。虽然说他们确实是稳的。啥也没打。啊，太夸张了。机会只会正好，马上就好。龙龙也没打呀。冲闪应该快好了，哎呀，啊，没闪，没闪。没有，他刚才刚放的吧？啊，刚交过。对。不要犹豫。受不了了，我操！车！哎呀，我操他妈的！妈的，吃不了。受不了了，但是我看到一个锅来了。啊！太他妈猥琐了，除往后退。中单，我在干。哎呦我去算你怎么去被开的，这不好像也可以不用着急先强行拆呀、啊、还有时间的，我下线了，推的呀，推进去，这不强行拆推不了，这锅过来了呀，有点勉强。开送，这样就好了，先弄前锋吧，再先弄防。C2021送了66音符。青钢影可能要去游走了。那边可能有人啊。我靠，这他妈的！对，就买个猫咪、啊、这么玩游戏的没那么好打，差一点好像奶了一口。 你拉过来 那一刻我就知道我要死拉过一刻我也觉得要死。哇，我拉过来第一刻我一看后面这么多人，我就要打俩闸了你等我一下，可以，哇哟，啊 ，B 吧，吓死我！我感觉这个先锋比小龙对吗？能打能打，我们两个能打小龙，他们，嗯，但是我感觉先锋比小龙重要啊！啊，动吧动吧，他家下路还在，直接动吧，动完再去上了，他们没动。没打没打，动完再去吗？先打个蓝吧。可以你打吗？先打蓝一点。那你带下吧，要不？等一下吧，我先靠下先锋。我觉得也是。达克把他蓝抢了。蓝过来。
我家不演了。马上就好。我想吃直播现啊，上午。吃完你直接走，情感也会去抓你的。我在。情感也下去了，他是这里。我在。上去了。选他框你。卡莎也上去了。那回家买个表。上一塔不好守，放了吧，不好守。嗯。我再看。可以靠我，我五出血。我小心点，他能直接下。我废了。我快到了，他跑不掉了。眼神助攻，这也称得上是挑战吗？算了，直接中了，我先中了。大龙吧，先锋还有多久啊？先锋还有77秒。哦，等大龙放下路，你们大龙吧。可以。能不能先动青钢影啊？他好像是没机会啊。我们看看能不能抓死他。他后面都会有人啊？能留吗？能留住吗？好像留不住。能留。真能留。真能留。掉闪了，算了。掉闪。打大龙吧，打大龙吧。怎么说？直接打，怎么说？把中线先推了吧，先推。不，峡谷在下，峡谷在下，真，他们要输。直接动吧，那就。对。我先发射跳进来啊，他们人已经到了。我的替补是他们。哎，你可以 R 吗？走，拉开。扎一个，先扎。哎，哦，卡了，在下路。拉扯一下。我马上有车，。还可以打，打得了吗？你扛吧。打枪。哎，不行，我得走了。好像一波了，下路。一波了吗？真一波了，好像。你们快把大龙打了。快把大龙打了，他就能一波。说实话。下步。一波不了了，下步。吃个果实吧，去吃个果实。哥，我要死了。我先推一波了，你们打不了吗？能打，能枪还能扛一下。哎，有人 TP 了，啊 ，TP 的我这里。走，拉一下来。太少了吗？来，直接抱团下路一波。一波了。哎。
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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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他妈吓了一跳，你我没他吓我，对他吓你，你也吓他了，说实话。我操！我看到他，我直接跑了，好吧？我怎么吓他了？跑得很远，太吓人了。哎呀，滚过来吧！妈的！来来来，下路一波。都没什么意思啊。一波一波下路，快下路一波，不用管线，不用管线，直接冲过去。他们太猥琐了，这样玩怎么赢啊？他们不拿资源的，我操！他们玩的好，这样玩可以赢啊。他玩的不好，不是没能赢吗？他们玩的不好啊，只是猥琐呀。对，只是猥琐。没有意义啊。就是没有意义。我结束之前必须得攻你一波。我操，这什么呀？就你叫卡扎，我操，勾不到，断了。妈的！我锤你，输了。打架。